今天有哪些事儿？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儿。一起来看小黑屋吧。选五吧，从倒放加速。对。是从后边往前放。对的。来吧。我们小孩。我们小孩。啊。我们小孩。泰国风格了，什么乐不思？我们的时光，再来一次吧。宠爱，这都不再有一道光了，宠爱，宠爱。有性格，一直告白。确定吗？确定。第一首是啥？我不玩个小孩。第二首是宠爱。第三首是第一次告白。第一次告白。确定吗？还没二，那是二吧，二啊。跳过六的倍数，对，只是六的倍数跳过。如果有带六的算不了，只有六的倍数。对，好，咱们写写上呗。六、七、八、九、三、六、十、八、一、二、三、四、五、八、一、十、二、七，没有。好，他不让跑步开始，那就直接说七啊，七、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一三二哎不是到三十吗？就是啊，这个是题外话，括号里面的。括号那我继续三一三二从一开始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四十八。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五十、五十三、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哇，太棒了！二也完成了。是八呀。八。十分钟结束拍摄。歌啊。必须组合的吗？好难哦。然后。有统计过有六句以上的六首以上的歌词的吗？必须一样的字儿还是发音差不多都行？谐音，试一个吧，先起来。我只想给你宠爱，哎，一声叹息。I love you。好难啊，这个。You 什么呀？就别组合的嘛，就无限的，谁的歌都行，好不好？其实也不简单哦，不用组合的是吗？随便唱，也唱不完。爱不完。为什么老喜欢出这种词？我突然想到，我想完，你来啊，这样接，顺时针。对，我们是顺时针。我想，顺时针。不然这轮放弃了，我开始了。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我是真的爱你。你怎么都能接了吧，你超好接的。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全是里，全是里。里是我的里里。天气，你就说被我们重庆人同化了，你就分不清的了。好，一、二、三、四、里，那是里里里里里，里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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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哎，八没有，重新选一条线，跳线做面，那就四或者一哦，那随便选一个，是三吧，咱们还能跟五连，哦，四一也行，不一样，一样，那一吧，一吧。
最简单，最简单。来吧，哈尔克，三、二、一，哈尔克。青春修炼手册，这很简单。三、二、一，好的。是你，大梦想家，魔法城堡，我们的时光。三、二、一。我们动作一样，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这样，对啊，多厉害！下首歌喜欢你，三、二、一。哪六个？那你又没说不能做重复的动作。OK， 那我们六个了，那我们六个了，知道了，六个了，六个了，过了，过了，球。送分题。好 ，Yes。选中这个，则自动以三个人名义送出六周年演唱会门票三张。过了九。开始吧，来吧，能吃的吗？都可以吃吗？都可以吃。来放他的这个。还好，能把 Happy Birthday 发吧。三球吧。爱心。这是高的。米老鼠。觉得挺美观的。是不是还可以？你可以边做边说一下你们设计理念。就往上怼。对，怼就完了。怼就完了。就差的快一点。但是不能浪费咱们就。挤不出来，真就全部往上放。还挺好看的。哎，咱把这个也插了吗？插。有什么来着？对，不能浪费，咱们的宗旨就是节约粮食。这个什么东西啊？蜡烛啊，巧克力吗？蜡烛，蜡烛。这么玩了？很会玩啊！有剪刀吗？可以剪个头。对，可能我在蛋糕店碰到这个蛋糕，真的会买。你有剪刀？你有剪刀？你看都凝固了，怎么可能剪出来？哦，它得加热吧，应该是。你再给我来一个。那还是不能浪费的。不能浪费，对，不能浪费，咱们的宗旨。那个巧克力好像。巧克力用不了吧？算了吧。就是不要浪费，大家有什么就往上面放着。对对对。它叫什么呢？不要浪费。对啊。OK。阿布粮食。OK。